顶点，十八级龙卷风打掉对方王爵，明明还有不到三百血了。OK， 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ET 大表哥对战日本 M 大师的比赛。左边是大表哥啊，右边是日本的 M 大师。完了，大表哥这把有点悬，板崎良能四血翻盘。大表哥，你的武功哪去了？表哥现在眼睛都红了。妈，表哥的罗伯特在目前来说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，就看他能不能压得住对面在角落里。不要出来了 ，K 大师。哎呦我去，坏了，大表哥就剩下没了。我个人是蛮喜欢高尼茨这个皮肤的。在1996年，第一次玩家们第一次当看到这个高尼茨，那简直就是一种震撼了。对于1996年那个时代的朋友们来说，这个角色出来那简直太霸气了。好，好了 ，M 大师着急堵了个起身乌鸦咬，妈的！帅不帅？想怎么死啊？告诉他，日本人想怎么死？武器谢尔维，一定小心，大表哥。完了，小哥角落里的德又开始了。表哥不要熬啊，不要熬，做好防守就没问题。这个 AB 害了自己，大表哥又中电磁炮了。大表哥，不、哦，电击 beam， 电击 beam。被监控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来对大表哥的彩虹踢金，对阵 M 大使的七加射。表哥的武功在哪里？上半场还行，我们下半场表哥就被推进了。完了，板桥又废了。
表哥真是不持久啊，加油大表哥，看好你啊。表哥是不是想给我们展示什么叫做一反翻呢、啊、兄弟们，好，猫女子终于发力，好的，这个大拳板不要留、反翻，能不能反翻？这里给对方先来一个真八之女，取消，顶点，十八级龙卷风，打掉对方王爵，里面还有不到三百血了，大表哥机会还有两条线，我靠，日本人现在是也是 AB 回避了大表哥龙卷风牵制，里面还有三颗气，压起身，表哥一定要防守住啊。大表哥你的武功哪儿去了，对方暴气给大表哥又来一套，死啊，这你妹的